手呢是陈慧迪，他攻的是元派花旦，23岁，今天要唱的选段呢是《白蛇传》的《断桥》。
想找大腿李金子你当了根一曲金山有踪影我是祖怕有登基四神我三藏金山八佛心我马来我欲发黑同两观众朋友为九号选手陈慧迪打分，我们一起来看评委为九号选手陈慧迪亮出的分数是多少。89分、88分、91分、92分、92分、91分、92分。评委给陈慧迪打出的总分是91分。我们一起来看观众朋友打出的分数，总得分是94.42分。接下来呢，有请评委为九号选手做点评。我觉得他把白娘子在断桥这一折时候，当时当地的那个心情情绪表达的比较完整啊，演绎的蛮到位的。那么你的唱腔也很完整，我提一点要求呢，就是可能这个需要多唱多练，就是要多练。我觉得你的气息有点浮，有时候觉得有点硬的在控制哈。
那我觉得你在气息方面可能应该还可以多练一练，多加强一些，因为你这个难度跟那个行路比起来，行路的幅度比你还要大一点哈。虽然你的动作也比较多，我觉得在气息方面再注意一下。